还别的男人来接你，你不知道社会的险恶吗？可是我就想做一下小公主。做什么小公主？坐在副驾驶吃着小零食的小公主。做我的小公主不行吗？还要做别人的小公主？当喜欢的女孩子开车来接你时，是种什么体验？心里扑通扑通的，还是很紧张。你怎么那么快啊？你电话里面那么着急，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儿，怎么了？出大事了。啥事儿啊？我车送去保养了，然后我没车，然后下午有急事儿，我想让你下午送一下我呗，当我半天司机。就这点事儿，叶小刚，我给你开工资。我在那里忙着，你一个电话，紧紧张张的，我以为干嘛呢？我赶紧把手头工作放下来，就这么一点事儿，让我当你司机啊？哎呦，那除了朋友，没车开是吧？什么？拿着，下午车就这两天的话，车就放在你这里。我不是说要开你车，我意思是说让你当我司机，我出去有面子。这么漂亮的小姐姐当我司机，我这是三生有幸的事情。我还有事儿呢，我电话里面能看，你看，一直在催我。你把钥匙给我了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还用担心我呀？那肯定的。像我这么有魅力的女人，我随便电话一呼，那不得排着队呢，抢着来接我呀，是不是？你准备是让男同志来接你，还是女同志来接你呢？应该大部分都是男同事吧。老老实实把你的车钥匙拿着。我想要做两天副驾驶上的小公主。你不知道这个社会，你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有多险恶吗？你还敢随便叫别人来接你？我不开你车啊，你自己拿走。咋了？再好的副驾驶都不如自己手握方向盘啊！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懂吗？懂啊！还别的男人来接你，你不知道社会的险恶吗？可是我就想做一下小公主。做什么小公主？坐在副驾驶吃着小零食的小公主。做我的小公主不行吗？还要做别人的小公主？天天不知道在想什么呢？哎呀，不跟你开玩笑的，耽误时间，我还有工作。你到底怎么回去嘛？我叫了滴滴车，三分钟就到的呢，赶紧。那我就把你车开走了。开不了一点玩笑。我车真的在保养，我就先把你车开走了。下午好好工作，我要赶着回去工作了呢。啊，下午把事情办好，好不好？你叫好了滴滴是吧？是的，三分钟到啊，赶紧吧。这个人怎么还不走呢？咋回事啊？咋了？啊？怎么还不走呢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我看了半天，我在等司机，我说怎么还不走呢？我好尴尬呀！你这个档在哪儿了？我在这扭半天，他也不走啊。挂档在哪儿挂？我教你一点啊、哦，我教你一个方法。啊，在哪儿挂？你要喊。小柳好美，他就是前进档啊。哇，柳柳真棒、啊、然后他就是倒档对、哦、然后你说最美可爱的女人柳柳啊，然后他就踢档。对，懂了吗？记住没有？是你傻还是我傻？我有语音智能系统，我车啊，这是我的专属，我设置的、哦、你喊一下柳柳好美，走。你把我当傻子是吧？到底怎么挂嘛？哎呦，赶紧，我车子快来了，我车子快来，我这样教你啊。嗯，在那里呢，挂档在那里呢。哦，这里是吧？对，往上推，往上推，对，倒档，往下是踩刹车推档是吧？是的，就这样子啊。哦，行，好好工作啊。哦，那我走了啊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咋啦？你这个车是加92的，还是95的，还是98的？加100的，你去加油站跟他们说加100的，走吧。啊，加100的。拜拜。电车哦，电车。拜拜。对。那我走了啊，你自己小心点啊，拜拜。涛哥是不是对成熟有什么误解啊？啊，这不是吗？你这是成熟啊？你这简直就是烧糊了，烧焦了，好不好？这里。干嘛呢？这是拍上吗？你开玩笑，作为一个头上长摄像头的男人，我不得随时随地分享给生活给兄弟们看了。我得要整理一下我的头发发型的人。没关系，你这都已经很好看了。跑过来商场干嘛？明天广东30度了，你过来就帮我选几套衣服。我都没有夏天衣服。没有跟男人买过衣服啊，我也不知道你是。有没有经验都没有关系，你等会儿只要看，你觉得看得上，我穿得好看，然后我就买，就完事儿了。什么为啥？没有为啥的。对，你说好看我就买，你说不好看我就不要。你前两天不是说你喜欢成熟稳重的吗？不是觉得我孩子气吗？
我今天让你蜕变一下，让你看一下什么是成熟稳重的男人。走，给我选衣服去，今天躲不了，确定。很能想象你穿成熟稳重是什么感觉。放心，绝对亮瞎你。走。改变外形呢，改变风格的呢？不是你自己说了吗？喜欢有上进心，然后成熟一点的男人。那上进心这个东西是属于内在的，内在的东西我们慢慢调。那外在的东西，今天我不可以一下子给你整出来哦，对不对？我不一下子迷死你啊！突然想着要换风格吧？没有，你不得朝着一个人给你设定的一个目标去努力吗？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别这样说，害羞。走吧。哎，此情此景，这要是女朋友给我选衣服多好啊！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帮我选，帮我选，是吧？喜欢这一种是吧？跟我眼光一模一样的，我觉得这也是成熟男人的标配。你说喜欢这一种的呀？对啊，你帮我挑就行了。这件怎么样？哪个？这一件。对啊。这是你爸还是我爸的？什么？你爸我爸的呀？我爸就不用这么客气的话，这太早了啊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觉得就是穿的不好是吗？好，行，你等着，你给我吧，你给我吧，你在这等着我啊！我等一会儿出来亮一下你的眼。啥情况？就是在这等着就行了。我焊好了，我焊好了，你等，别先别看，等会儿出来一定会惊艳到你的。你看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看够不够成熟，够不够稳重。我跟你讲，这衣服啊必须扎在裤子里面，这才能显示出我的。你别笑，你笑啥？我看不见，你眼睛已经亮瞎了，看不见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就还不够成熟是吗？这多成熟啊。这等会儿还有一个。那是吧？还在烧水。对，公文包一夹，这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成熟稳重的类型？你先告诉我。嫂子，是不是对成熟有什么误解啊？啊，这不是吗？你这是成熟啊？你这简直就是烧糊了、烧焦了，好不好？太熟透了。不至于说烧焦了、糊透了吧？这多好呀！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？等会儿再去买个黑皮鞋，赶紧给换了吧。等会儿去买个黑皮鞋，尖头的。赶紧换。喜欢是吧？是不是被我的外在迷倒了？是不是？我要晕了，赶紧换了。你看，昨天还说喜欢人家成熟稳重上进，今天外表这么成熟稳重，你居然说不喜欢我，那公文包一夹都是绝。你以后还是别瞎折腾，我跟你讲。哼，女人都是善变的，昨天这样，今天这样，讨厌。